看你这么孝顺，我就替你烧给你爸。把它烧了！不要！不要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爸！哈哈哈哈！等等！ 你连你爸最后的尊严都守不住，你还能守住什么？不要，不要，爸，爸，不要，起来。 住他们！不要让他们离开房间！快！你去那边。他们。别出声。那是让我爸的凶手。放开我吧！头头，别过来！ 林小姐，您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您回来以后就在发烧，烧还没退，这是医生开的药，快喝了吧。我不喝，你给我出去！你敢这么对我，你被解雇了。这你可说了不算。 我受你父亲的委托，拿的是他的钱，你要解雇我，得让他活过来跟我签解约合同。你胡说！我爸怎么可能雇你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！周末，我出市面上三倍的价格给你，希望你替我好好保护彤彤。啊，这是5年的宽和合同。听见了吗？你不会连你父亲的声音？ 都听不出来了。你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林小姐，你要如何才能相信我？证明。怎么证明？啊！救命！别出声，大小姐无理不举，走，去看看。来人呐！大小姐，打扰了。